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空酒仙啊。那么这一期视频呢，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炼油小镇的一个几个 BOG 啊。首先我们来到这个保卫家这里啊，这里有个牌子嘛，在这里贴着这个牌子跳蹲上来，上来以后呢，按住 WS， 闪蹲两下，跳蹲，不行就重来。他会踩到这个线上，踩到这个线上呢，我们原地跳下一个 S 后跳到这个箱子上，到了箱子上后呢，在这 WS 跳蹲，再跳蹲，我们上这个墙上，然后往这边走，这个墙上是不掉血的，按照我的路线往这边走，踩这个房，跳，然后跳到这边来，然后这边都是不掉血的，然后注意，从这边。前面就开始掉血了，我们从这里跳到这个上面是不掉血的，这个上面是不掉血的，啊，玩猫猫也挺实用的这个图。喵的，这个人炸我！然后那边也是可以去的，他不炸我就可以过去了，他炸了我一下，把你骨灰给你扬了，你信不信？啊？好，我们这里重新再卡一次啊，还是一样 ，WS 跳蹲到这个墙上去，不行就往后稍一点，上去为止。原地跳下一个 S 跳蹲，到这里按住 WS 跳蹲，上去为止。然后按照我的路线走，注意这墙是不掉血的。然后到这个房上，哎，怎么扣了我血了？哎，还剩40滴血，完了，跑不过去了。走到这边，赶紧走。好，这边40滴血到这里，中间就扣了20滴血，完美。走到这里就差不多。不是很无敌吧，基本上你会的玩这个图的卡 bug 的也都会，这个图全图都可以卡，会的人也不少，但是也有不会的人，基本上你在这里的话玩猫猫也是蛮不错的，然后你血够多的话也可以跑到这个屋顶上去的，但是不怎么好去，然后到这里就不掉血了，这里很棒很棒，真的很棒，我没台词了。这里可以看全图风景，比较不错的这里。好的，我们来到 B 区啊 ，B 区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箱子，也可以在这里直接 WS 跳蹲上去，不过这里比较慢一点。我们先跳蹲，在这个箱子上一个 WA 跳蹲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一个 W 跳蹲上去，走到边上是不掉血的。这里是按住 WS 跳蹲上来。走到这边有点有一段区域是会掉血的，但是我们走到这个位置是不掉血的。然后在这里这个房上，就是这里一个 W 跳蹲到这个房上是不掉血的。然后按照我的路线走到这边来。然后在我这个位置的话，你开远跳是可以到这个房上去的，或者踩一个队友。你自己的话就跳不上去了，然后这边都是不掉血的，然后走到这里的话，这个上面是掉血的，我们迅速一个 W 跳蹲，在这里是不掉血的，然后这里一个小旋转也是可以在这边来的，边上是不掉血的，我刚才没走到边上。然后 B 区的楼梯这里是可以卡的，然后就是在我这个位置嘛，对着这个墙角这个角按住进步 WS 滑步，它会滑下来的话你就重新卡就行了，要么就反正你轻轻的滑步就行了，不要太大劲。然后这里半身的话往这边走走，在这里一个 W 蹲就可以下来了，在这里是不掉血的啊，也是玩猫猫蛮实用的，它如果在这卡的话，你就在这站着顶它，它就下不来了，它会被你顶到一边的去，如果地人的话你就在这里也顶他就行了，这边也是可以下去的，然后图下面也是可以去的啊，你下图下面来这就不好玩了，基本上这个图我
我个人是不喜欢，就是可以卡全图的 bug 的一些地图，这样玩的其实没什么意思。但是这里玩猫猫，这个图玩猫猫的话，对井还是比较有利的，因为井那边 BOG 比较多嘛。啊，下地底下，好像最厉害的就是下地底下了吧？地底下也是挺好下的，找个人一地就下来了。毕竟玩猫猫是匪抓井躲嘛，当然是井要卡 BOG 卡的比较好一点的，匪那边卡 BOG 基本上没啥用，因为匪不躲，对吧？然后这里是可以卡的，就在保卫家门口这里，在这里直接滑步下去，滑个半身啊，半身下来走到下面一点点，大概是这个位置的原地跳一下。走个半身，然后在这里蹲，就可以到这里了。这里是下不去的。这里的话，玩猫猫也是挺实用的。别人这里蹲一个人的话，如果别人来抓你的话，他是应该抓不到你的，会顶下去的。然后他们如果下地底下来的话，你看这么高能抓到你吗？除非两个人，两个人的话，你在这。但是他要是双飞的话，应该也抓不到你吧？你在这顶着蹲着，比较幅度有点大。他如果在这双飞的话，应该很容易抓到你。但是他们下来的话，只有一个人的话，那就上不去了呀，在这个地底下，对吧？这里上不去了。如果你上去的话，必须两个人，或者还有一种方法，上去用你的思想上去，包呢？直接跳下来。哎，对，看队友去，用你的思想上去就行了。你们待会儿。